哦，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回去的话，等一下到码头那边你来入房哦，今天一定有位置，来这边住一晚，明天再坐交通船回去就好了。真的啦，真的真的真的哦，你可以来这边，这边晚上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没事情做哦，你就看星星，这边晚上澎湖的天空离岛地区星星很亮哦，那左边这边就是消防队哦，全澎湖最爽的公务员就是在这边啦、啊、哦，获得这个消防队之后呢，你们就要开始面对现实哦，来吧，海岸八号船哦，我相信这艘船对车上大部分的伙伴来讲应该永生难忘啊哦，啊，就面对现实吧，嗯，好，那等一下哦。